哎，我操，媳妇儿！你倒凡事不要慌，先把手指掏出来拍朋友圈。红不红嘛？你就这红。当时我剧痛无比，到了医院，一键三连，采血、心电图、量血压。采血的时候，护士刚准备好针，我便在这里哎呀哎呀起来。护士还说，我这还没扎呢，你怎么就哎呀起来了？我说疼啊，剧痛无比，结石疼起来那可是剧痛无比啊。护士跟我说，结石疼起来应该是满地打滚啊。你还是挺坚强的，也看不出来你剧痛的样子啊。护士又说，如果男人可以生孩子，像你这样生孩子的可以顺产。各种检测之后，开始超声波排石了。超声波设备响了900多下，石头终于被成功击碎了，又捡回一条狗命。哪没扎你的呀？不是，我哪么肾结石疼，肾结石疼的都冒汗。Don't sleep.